收看涨跌密码，今天台北股市出现了是绝地大反扑，中场是涨了两百五十八点，收在一万五千一百九十七点，成交量呢今天也扩大到两千一百八十九亿。那今天盘是怎么做解析呢？我们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，首先欢迎到是大宇国际投顾张玉明分析师张老师好，您今天投资朋明，大家好。第二位欢迎到陈义群分析师义群好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盘面上关掌握，港行为您请教张玉明老师。 好的，今天涨两百五十八点，反弹二十三天，涨了一千两百六十九点啊！那这个反弹突破了这个盘整区，那未来有没有机会再往上攻了？我们看这个格局哈。好，在这里曾经盘整了十六天，啊，就下幅三百点左右的空间盘整很久，盘了十六天，今天跳空脱离这个盘整区啊，当然是一个对多数来讲是一个好的现象啊，但是量能两千一百多亿还是稍微有一点不足。我们再往前看前面的。 这个十四天有一半都在两千亿以下，量啊明显不足啊，跟这边比起来就知道哈，那下跌的時候反的量多啊，这个上涨候反的量缩掉了，没什么量，所以我们说大盘如果不能维持在一个两千亿以上的量，你要产生一个很大幅的攻击，那是有难度的啊，所以未来的行情量还是一个观察的重点。那我们今天先从二十大类股来切入，到底要如何来选股啊？你现在看大盘涨了，那怎么挑股票？ 这就是重点，怎么挑？我们从二十大类股来做一个切入，来，我告诉你完整的选股流程啊，这个跟选不选的理由，为什么不需要选这个类股，为什么要选这个类股哈、哦？完整的决策过程，我来告诉你。我想这就是赢家操盘的一个心法，但从来不会有人在电视上告诉你。我们来说明一个一个来做一个切入，来，我们看水泥股，水泥股到目前的格局，哇，原来四月十二号三线怎么样开始转为空头格局，这样一波下来。 啊，从四月十二盘到今天，啊，你看已经盘多久？盘四个月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盘到这里。哎、欸，今天三线怎么样？有机会要翻多了、啊、因为这三线在临走附近，可以说已经翻多了。那未来呢？这个盘整区很明显，还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卖压，它还必须做一个突破。所以未来如果明天继续跳空往上攻击，脱离这个盘整区，那水泥股就是开始要展开一波的攻击了，懂意思吗？它从四月十二到今天。 整理就已经告一个段落，啊，开始做一个反弹的，所以明天非常的重要。哎，食品股还在空头格局嘛，很明显哈。好，次交股一样，哇，这转空好几个月了啊，转空很久很久了哈，最少将近半年了。这都在空头格局，到目前并没有修正完毕。纺织股也是一样，上档压力非常沉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其实哇，数不清了哈，数不清的卖压。所以你现在去买一四开头股票，你要赚钱的机会很小，而且已经跌了将近半年了。 所以你是半年内，你根本就不应该去买一四开头的股票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机电类股，哇，这个压力太沉重了。来三线来到零走，可是这个压力实在太沉重了。通常碰到这么沉重压力的股票，要大涨的机会就很小，压力重重嘛，门口都是压力嘛，往上攻击过程上档压力非常的沉重。这是一五开头的股票哈，一六还在空头格局。 啊，一五跟一六差很多哈，这个压力非常沉重。那一六都是一路下来，虽然没有很大的这个反压出现，可是都在空头格局，所以一五也好，一六也好都是不对的。这样你懂意思吗？所以你去买这样的股票，很简单，你就是不断缴学费，不断的缴学费，不断的缴学费，缴到你想哭为止啊，可能都还没跌完哦。化工股。 还在空头格局，没错嘛，已经转空有一段时间了，大概三个月了。所以你去买一期开头股票是不对的哈、喔。玻璃也在空头格局，造纸也在空头格局。目前三线在临走，准备要翻多，可是门口就两个反压。这边转空将近半年了，所以你半年内你去买一九的股票，那你学费肯定缴了不少。那你看这半年内我没有跟你说一九股票哈，啊，说造纸类股的股票你去买都会受伤，这样懂意思吗？钢铁股从转空在哪里？在四月。 左右转空，转空到现在，这个空头都还没有修正完毕，四个多月了。所以你去买钢铁股，四月开始你去买钢铁股，那你最少要赔三成，你把安进去最少要赔三十万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所以可不可以买？当然不行啊！所以你买进去一定会受伤的哈。好，橡胶对不对？也不对呀、啊。你看这个压力有多沉重啊！天哪，一大堆压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种类股你不能去买，当然转空点在这里。 你从这里，这里是二月二月初开始，你就不能去买橡胶的股票。二一开头的股票，你买了一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。我刚刚已经从一亿讲到二亿了，对不对？哪一个是对的？好像没有一个是对的啊！所以很多人很冲啊，好像每天都可以冲一样，不是这样的。股票没有翻多，你最没用了，以你赔钱而已哈。好，接下来汽车。 对不对？不对，因为高档出现很多卖出喧号低线虽然在多方，可是二三线跌破了，所以一直出现卖出喧号这格局是不对的。银建开头股票也不对哈，二五开头，你看全部都挂掉了，所以你去买二五开头股票，你已经赔钱套牢了哈。航运也是一样，航运呢、啊，你每天看到多少利多，啊，又是 EPS 有多好，又是几十块几十块啊，结果呢，就股价涨不上去啊，跌破下来的。所以在高点转空的时候，在三月初我就跟大家讲了，航运股不对了，你要赶快跑。 那如果你不跑，你還跑到这里哦，很漂亮哦。你现在到现在抱着到现在套在这里，这样懂意思了吗？所以你买进去一定会受伤的，这样听懂吗？所以操作上一定要遵守一些原则的哈。这股票，所以长隆啊、万万海、雅明都一样，你买进去到现在一定是套牢了。你从三列买进去到现在一定是套牢了哈。好，观光这空头格局啊，这格局不对了哈，看到吗？ 金融股也是一样啊，这空头反弹而已，第一线在空方，下面反弹，空头反弹而已，转空点在这里，大概是四月初，四月初转空，到现在都在空头格局啊，所以这股票这个类股是不应该去买的。好，百货一样啊，在打底而已，看到吗？这格局不对，然后还在打，第一线翻多，二三线跌破嘛，还在打底而已。好，电子股大家最关心的，目前诶、欸，三线翻多啦、啊。那是不是可以大涨了？没有，为什么？门口压力太沉重了嘛，来到这里。 可是不不远的地方上档就一大堆压力呀、啊，一二三四这么沉重压力，它当然涨不上去啊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大盘在这边已经盘整十六天了，今天跳空上来，有没有把压力突破？好像还没有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所以大盘有什么问题，你要看得懂；电子股有什么问题，你要看得懂。那你看不懂，是没有大跌了，可是就是涨不动，因为压力太沉重了，它没有把压力克服。 压力要怎么克服？跳空突破。第二个，带量长红棒突破，没有就是没有。这样懂意思吗？我已经跟你讲怎么克服的方法了哈。所以目前状况，虽然翻力多头，可是压力太沉重，上档压力太沉重了哈。好，大盘这一段跌加四千七百点，这一段反弹一一九一，这段反弹目前是第二十三天，二十三个交易日，目前是反弹一二六九。 啊，把这个算是把突破这个地方的一个高点一一九一，目前是反弹一二六九，但是它问题在哪里？第一个，我们刚刚讲电子股的问题啊，翻多了没错啊，可是压力太沉重了、啊，懂意思吗？上档压力太沉重了，涨不上去，所以你看大盘已经盘整十六天了哈、哦。那么这盘整十六天，那我们回来看大盘，大盘的格局到底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三线翻多了啊，翻多已经大概是我看一下哦，嗯、欸，大概六七天以上有了，但是为什么没办法大涨？ 对啊，翻多为什么不没办法大涨？因为比重最高的电子啊，好，那电子什么问题？那电子问题就在这里啊，看到了吗？所以大盘没有大涨原因就在这里，因为电子股的压力太沉重了。我想我把大盘跟二十大类股都讲完了，这样是不是很轻松很愉快？你就看得懂了。那你过去已经在很多类股里面，从一,一水泥开始套啊，这个中概股，您在里面套很多股票，套很多资金，买到不应该买的股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不懂它转空。 那你最后就要进去，你就傻傻的。那请问现在什么翻多了？有啊，电子翻多、啊啊。电子有没有问题？有啊，电子问题我都跟你讲了、啊，上档压力太沉重了，就这样嘛。包含大盘也是一样的、啊、哈，同样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再从成交值排行榜来切入，成交就成交量乘以成交价，叫成交值。资金砸进去，这就是真金白银这没办法造假哈、哦。啊，下午印的时候是十二点十七分啊，这个台积电七十九亿啊，长隆六十七亿，这都真金白银砸进去的。 量乘以价叫成交值，算把成交值就是市场最多资金所在的股票，大家最关心的股票，我们把一一讲一遍啊。那怎么看怎么挑，其实你也可以做得到，一眼变多空了哈，好不好？如果有人问你股票要怎么选出来的，但是你却答不出来，或是根本就不敢开口，那表示你的选股方式一定是错的，懂意思吗？你的选股逻辑没有出来，你说你能够在股票操作赚大钱，偶偶尔有啦。 啊，赚一点零用钱有了，但是，一赔就是一大块肉啊，一断就是一只手一只脚，一定有哈。因为你的选股逻辑不对，你选出来你在股市里面最后你就成为输家，懂意思吗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苹果、加持，台积电七月营收创新高，很好啊，台积电创新高啊，很漂亮啊，不错啊。你看，哦，都创新高哎、欸，但是你来回看台积电的股价，那、啊、你买来帮帮忙，都跌三成了，不是吗？它不七月营收创新高吗？那你现在有台积电，你是要笑还是要哭？ 你也哭笑不得，对不对？最低还跌到啊，这个四百啊八十五块，已经高点拉回，跌三成了啊，跌了两百零三块那你想想看，今天好不容易再站上了五百块以上的，你到底它出了什么问题？你真的以为没问题哦？营收创新高，然后股价会大涨是吗？那如果这样，它为什么跌这三成？啊，跌了这三十趴？那如果这样，你来，你你钱还给我，你为什么让我跌三十趴？它营收创新高不能跌啊？股市法律有这一条吗？ 交易所规定，只要营收创新高，股价都不能跌，干不去掉没有这一条啊，所以你不能用这种很单纯的方式来做股票，你这样是做不赢的。很明显，台积电就很多人都受伤了，包括很多基金啊都受伤了哈。好，那为什么會这样？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好不好？来，台积电哈，来我们看一下，来台积电。 政府的基金到底买了多少？不多啦，新制劳退买了二十九点五趴，旧制买了三三趴，劳保买了三七趴，啊，这个退股买了二十九趴。所以你看，所有基金都一大堆压三层，都压台积电，结果台积电跌三层，对不对？压三层跌三层，你的得啊，你这一档股票是全盘都输了、啊，不是吗？所以台积电有没有问题？一定有问题啊，不然怎么会跌？但是你看不出问题，你还只是为营收创新高，那你一定做不赢吗？ 未来的行情，未来的股市人生，你还是非常的坎坷啊！你就只有一招啊，你就这一招、啊，你没有第二招了、啊，你只会营收而已啊，你其他没有了。股票不是那么单纯了、啊，懂意思吗？哈，好不好？高手选股跟散户选股有什么不同？高手选股在于找到一个接近涨跌变化的逻辑，散户在时候做什么？他在用一个自己认为对的，他自己认为对而已哦。那市场认为他是不对的，他用一个自己认为对的逻辑在操作了。 那、啊、你快气我，啊，所以你自己认为怎么样没有用，股市又不是你你儿子，你儿子也不一定要听你的话、啊。有时候回去啊，跟跟儿子讲话，哎、欸，小朋友，你电视看太久了吧？啊，坐在那边沙发看电视，然后再冷冷回应，爸爸你管太多了吧？我、哦、靠，连儿子都不听你的话，不是吗？那你的股市会听你的话吗？不可能。所以你用自己认为对的逻辑是没有用的，你最后缴很多学费，懂意思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台积电政府基金买这么多。 最后它跌三层，谁受伤了？不是政府基金的操盘人了，全民都受伤，你有缴劳健保都受伤了，不是吗？好不好？来，为什么它会这样跌下来？哦，原来高档出现卖出讯号，这样一路就下来了。那现在来到这里，哎、欸，不是三千万多了吗？对呀、啊，跟电子股一样，三千万多了。问题是哪里？一样啊，门口一大堆反力啊，一二三四，门口出现四个反力啊。那请问这四个反力有克服吗？没有。 没有怎么涨啊？你门口就站四个流氓要打你，啊。你怎么出去啊？打要叫警察报案啊！报案警察哦，一零我这边是哪里哪里？我门口四个流氓，我拿刀拿、那个、枪，啊不想要干嘛？请你赶快来抓人霹 D 小组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些流氓没有带走，你怎么出去啊？你出去被他开一枪怎么办呢、啊？这很简单啊，门口是不是一大堆流氓在这里？对嘛哈？那你要往上涨，要不要下虎子把这些流氓消灭？没有啊,啊，没有消灭，没有消灭就站不上去啊，就盘在这里啊。 所以台积电问题在哪里？压力太沉重哈，好不好？好，长龙刚讲过了，从这一天三月十六号卖出讯号出现到现在，你买进全部套牢，看到了吗？所以三月十六到今天八月了，投资者朋友，张一鸣哪一天跟你说长龙好？不会，我看到什么？我看到转空，我就跟你说空了、啊。所以你买进去也是盘在这里啊，哦、了不起哦，我买在这里有了，你赚三毛很厉害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买这里也是空头反弹，你也在抢，那也是不对啊。 说不算很简单，你买这一段一定是赔钱的，大部分都是赔钱的，好不好？虽然它营收创新高，EPS 也不错，可是股价就不会表现了，你买进去也没用、啊，不是吗？啊，一个 EPS 很高，营收很高，结果你股价让你赔三成，有用吗？那最后结算本子一刷，一百万你都是不不,不好意思让、啊、你赔三十万，你说不公平不公平，我要抗议，你抗议也没用啊，股价就代表一切，股价就是法官，你懂意思吗？ 不是获利是法官，也不是 EPS 是法官，也不是营收是法官，股价就是法官。好，对不起，你赔三成，你一百万就是要赔三十万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所以你不要搞错谁是男主角啊？法官是股价啊，不是 EPS，也不是营收哈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营收创新高，获利创新高都没用，股价跌的就是跌了哈。红海三绿三升，昨天报一写三绿三升哈，好，这个展望未来很好。那股价呢？哎，股价不错啊。 三线翻多啊，哎、欸，翻多有一段时间了哈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什么格局？其实这里是很大的伤害，这就像一个人呢去住院住加护病房一样，住了几天，哦，这个大概住二十天哦，几个脉冲讯号，几个地方有问题啊，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糖尿病，这个尿酸过高，哈哈，白血球过低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脉出讯号，这当然是他的问题啊。那从加护病房刚,刚出来，然后就代表我们中华民国参加奥运。 那我亏零，对不对？搞不好过几天要进去了。所以刚刚大病初愈，它是没办法用很快的速度来飙涨的，啊，走小碎步已经不错了。这样懂意思吗？还有什么问题？您说这个、啊、日线看起来不错，来，周线有问题啊？看到吗？周线有翻多吗？连地线管理这么大、啊，这这张图让我想起什么？让我想起台积电，台积电历史最高点六八八是这样，周线也是这样，第一线翻空了。 那最后最后蹦下来，就把这个平台整理区都跌破了啊！平台整理台积电平台整理就六百块，结果六百块跌破，跌破跌到四百多哈！所以看到这种现象，我就觉得怪怪的。所以不好意思，这一波我真的没有哈买，没有没有买红海了。哈。虽然它有翻多，但是我的研判就这样：大病初愈，不会多抢。第二个周线没有翻多，所以我这次没有买红海，就这样。我接盘也有讲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联发科则成交的排行榜前几名，连续月下滑，哇！ 天呐、啊，营收下滑了。当你看到这个营收下滑的时候，半年不妙了哦，下半年不妙。大概你看以你市井了，忘记不忘哈。这七二七的新闻有没有？啊，联发科忘记不忘，跟你事情当你看到新闻的时候，哇，股价跌五成呢，你买进去不就惨了？对啊，你买进去看看呢、啊，你看会不会赚钱了、啊？你就赔五成了、啊，不是吗？这一段有什么问题？到这边哦，你好像看不到问题，因为之前都发利多嘛，每天都给你发一大堆利多，对不对？一大堆利多，你会以为没问题。 所以股价跌下来，天哪、啊，到三千啊，九千多亿，快一兆，已经超过一兆了哈，因是前几天做的，已经超过一兆了。所以像在这样跌下来，原来想要买直利率赚八趴的人，就现在赔二二十二十五趴了。啊，本来说直利率八趴嘛，赔七十三块嘛，结果现在呢，如果你当时买啊，新闻发布出来买，到现在已经赔二十五趴了。你的除息已经扣掉了，还赔二十五趴。你看七十三块已经扣掉了，那不算了，已经扣掉了。 最后你还是要赔二十五趴，因为股价跌下来了嘛，所以没有什么毛利率啊，懂意思吗？啊，联发科不是公司治理第一名的公司吗？对啊，公司治理第一名啊，财讯给他评啊公司治理第一名是联发科啊，就第一名有什么用？股价跌五成啊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你看什么，你不要以那个很重要，那其实对股市来讲可能都不重要，但是你又觉得很重要，哦，全台湾公司评比第一名联发科，那你买买看呢、啊？你买进去这就是你赔的、啊，你的百分之五十就不见了。 懂意思吗？所以不要看到什么就想买股票，操作是很谨慎、很严谨的啊，不是看一个杂志一百块买一本杂志，然后看了然后就可以买，不是这样啦、啊，不要搞错了哈。那如果这样，你就会赔很多很多钱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再看呢、啊，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，非常有名一句话，他说一遍又一遍重复做错的事，而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，那将会精神错乱。这样听，这样听懂吗？你一样用选股逻辑，然后你赔了。 下一次你还是用这种选股逻辑，然后你要做股票，你再赔，会改变吗？不会改变的，因为你的逻辑是错的。所以爱因斯坦说什么？一遍又一遍重复做错误的事，你用错逻辑做，当然是错误嘛，哈。那你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？我上次赔钱，这次开始赚钱，你会精神错乱？我不骗你，这不是我说，这是爱因斯坦说的。这样懂意思吗？你错的方法不要用，错的观念不要再用。你每天在那 EPS、本你比，那都不好了。 懂意思吧？你最后赔一屁股哈，好不好？好，零八科原因在哪里？哇，你看高档转空嘛，这样跌下来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一多两空啊，第一线翻都二三线还是没有，更何况它门口一样，跟台积电、跟零零五零一样，一大堆卖出讯号，它怎么涨啊？今天大盘涨两百多点，它也不会涨，还是跌下来了。为什么一多两空啊？格局价连三线方都都没有，更不要说它门口压力这么沉重。 所以这种股票你就是要避开，不是今天要避开啊，搞早就要避开了，懂意思吗？不是今天才要避开，你早就要避开了。那如果你早避开，你会赔到五成吗？不会啊，不是吗？好不好？赤心对不对？不对啊，那不用看。所以你这样一路买进去，你一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，好不好？宏达电，哎，好像三线有翻多呢、欸，这个压力，哎，如果客户就有机会上去了。对呀、啊，看起来是好像还不错了，但是宏达电，张毅明，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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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买了。 为什么不买宏打电，买人就死了哈？为什么？我天哪，一千三最低跌到二十五，二十五点三，跌了九十八趴。为什么不买？简单四个字，冤魂太多了。看到吗？农历七月嘛，冤魂太多了，跌九十八趴啊！天哪，冤魂太多了啦！这种股票我不做了，好不好？就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赚钱铁三角，第一个要正确的操盘工具，第二个要正确的操作观念。 用这两个做基础，你的操作才会是正确，然后最后结果你才会赚钱。所以，当你观念正确、工具正确，幸福都在来的路上。懂意思吗？啊、哦，台积这个那的、这个、宏达电啊，跌很深啊，一千三跌到七百啊，腰斩了可以买啊，七百七百还跌到二三呢，你进去就你骨头都不见了，懂意思吗？观念错误。 啊，想要捡便宜货，你就完蛋了，好不好？观念要正确，攻击要正确，用这两个做基础，幸福都在来的路上，好不好？新鲜，对不对？这当然不对啊。那你这样一路买下来，你当然错中伤嘛。创意，对不对？不是很漂亮啊，一样跟那个红海一样，一大堆卖出去呢，有没有？这格局不是很漂亮，三线架构也不强。南电呢，我这跌六十一趴，你买进去就断头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资源空头格局啊，所以你买进去当然也是這樣跌五成嘛，哈，好不好？连电也一样。 三线翻多了，可是压力还是很沉重的好不好？易金光啊，三线刚翻多，突破这个压力区也突破这个压力区，还不错哦。线看起来稍微可以哈。好，杨敏格局不对，所以你看从三月二十五到现在，你买去一定赔钱哈。好，中磊哎，线、欸、也是比较漂亮，所以成交指排行榜最漂亮的一档，中磊没有第二档了啊。就这样，好不好？成交排行榜刚讲完了，好不好？很简单哦，股市里面最难就选股，我刚刚把选股的方法技巧都跟你讲，逻辑都跟你讲了，好不好？股市里面找到对的人哈。 三座山，对的人，对的观念，对的工具，用这三座山找到三座山，幸福都在来的路上，懂意思吗？小老鼠 A 二五零零六九九九，这是我带来的密马，你可以搜寻加入，电话记得留下来。我们把时间交给婷娟。好，那更多的操作建议，广海居再请张宇明老师帮大家做解析。欢迎回到涨跌密码，再把时间交给张宇明老师。好的，我们看这两个股票的利多，很多人都看了利多就要买股票。 这是错误的哈，来上银发力多上、哦、半年哈都很棒哦，对不对？A S 获利创新高。当你看完这两个消息，你会,會觉得公司的股价应该很漂亮，结果有没有？哪有啊，都跌三层了。为什么？压力重重，看到吗？现在呢，第一千万都二三线跌破，所以一大堆卖出讯号，所以这个还是一大堆问题哈、哦。好，A S 一样，已经跌快六层了，你看到问题了吗？空头格局来到这里，第一千万都二三线没有，所以又出现三个卖出讯号。 所以这都是问题重重的股票哈。好，力旺喊冲，哎，力旺，力旺都跌六有几趴还喊冲，冲也没用啊，冲不上去啊。那为什么这样？哎呦，压力重重嘛。一度翻多，可是马上个卖出讯要出现了。那目前来到这里有翻多，可是两个压力还没有克服，所以这种股票操作上还是要小心的哈，好不好？热门股我们来看一下，一样张你用一眼变多空方式来看来，台盛对不对？当然不对呀、啊。高档出现卖出讯的道线有人讲一百五十天呢。 讲半年了，对啊，一路讲下来哦，跌五成哦，啊，会员都不停损哦，害死一堆人哦。还有呢，云大对不对？不对，为什么？三千架构不对嘛哈。有人已经讲八十天了啊，一路讲下来的很惨哦。啊，博智讲二十几天了。你看你讲完一定受伤的嘛。你说现在到现在来讲还稍微有点道理，你这样讲二十几天是不对的哈、哦。好，长龙行获利很好，对不起，股价不对，看到吗？这线型不对啊，所以讲九七天通套在这里，资金动弹不得哈、哦。好，瑞亿这也是空头格局，好不好？ 新兴刚讲过，这空头格局的，买进去定会受伤的。分析师的价值在能够改变多少的命运？我想你把行情讲对，很多人看到就会改变他命运，他不会乱买嘛，懂意思吗？哈，元大台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一大堆卖出去号在这里，他三千万多嘛，跟电子股一样，压力重重、啊，冲不上去了，懂意思吗？哈，好不好？一个医生同样是他救了多少人，不是他割好自己的痔疮，所以分析师不能说我买零零五零赚了多少钱，那是很可耻的。 你不能带你自己会员操作赚钱，赔了一屁股，跌五成一大堆不停损，然后最后说我买股票赚了多少钱，笑死人哈，对不对？这样很简单的逻辑嘛哈，你医生治不好病，然后把你自己痔疮割好了，还拿出来炫耀哈，好不好？股市三座靠山，对的人、对的观念、对的工具，找到这三座山，幸福都是都在来的路上。 啊，你今天认识张爱明的第一天，就是你人生改变的开始，好不好？小数为二五零零六九，这是我来电号码，你可以搜寻加入，电话留下来，张爱明快速回答你。我们把时间交给田娟。好，非常感谢来宾的分享。要提醒观众朋友了，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各表价证券，我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，投资人该独立判断，产生评估，并且自负投资风险。也祝您操作顺利。我们再会。